炖过。矿石锅，好，酱油再加一点那个我们的桂香蜂蜜柠檬芦荟入锅。因为你加的那个芦荟，它会稍微酱汁就有点浓稠哦，它现在有点勾芡的感觉，是不是时间内完成？时间内完成。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，是吗？哦，是哦，对对对，哦，可以投吗？我这么说好像都是可以刘海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刘海。我这么说好像都是属于年轻的时候的时候，我们今天轰轰的一个。红红是什么东西？天啊，红红啊，就是红红！今天你来这个节目，你叫什么？开始了吗？还算哪是？这个节目叫什么？麻婆豆腐鱼。这个节目叫什么？啊，有福有利算了。福有利，爸爸有啊，你真的。嗨！哈哈哈哈哈！九九乘八表啊，九九八十五。三十，重复的，知道吗？马上来一发！你为什么都不听我讲话？谁谁谁？妈，我妈来看你了。啊？我妈特别喜欢你。嗨，阿姨好。我画的漂亮吗？大家都在跟我妈打招呼。哎、欸，有人在看我画画吗 ？Hello。这里主持人在这里，我的树枝很棒哎，好粗啊！我外奶不错啊。好，番茄摆在旁边。我今天是宝宝好忙。真的，有点忙。小白这样。什么？五分熟。五分熟，真的是五分熟。真的，这个如果不好吃，打我。连续送入牛排所香草炖饭。有没有？是不是很漂亮？欸、不要流口水。这块我来试给大家看。好。很好玩吗？嗯。下次会来吗？会啊。好，打勾勾。好。好哟，打勾勾盖一张。好。酒是 goods， 酒是好物相乘，好物乱比家。粉丝好朋友，大家上线了喽！赶快哦，赶快先上线了哈！好，我们今天的这个女王当家熊战单元的直播啊，一样哦，我们要邀请来自咱节目当中的达人们哦，来这边跟我们好好的呢慢动作，一一详细的来说明一下哈。我们在节目里面示范的好物啊。在我旁边的就是我们的发哥。对，大家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好，主持人好。对，发哥哈、哦，你看一下，功德发哥就是会发，遇水则发，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跟水有关哦。对，哎，今天嘛哈，除了水之外，还有那些脏污、垃圾吧。重点，健康。健康。哎，水啊，还有脏污啊，这些东西家里不能太潮湿，也不能灰尘卡太多。对。啊，不会一定是长期下来哦。藏污纳垢，而且整个人又不舒服。丢丢丢！所以今天呢，当然哦，邀请到发哥来，就是有好礼要送给大家哦，肯定要支持的。对，谢谢发哥哦。好，这是什么秘密武器？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加码好礼哦，专利的什么东西呢？独家专利的 3D 立体多功能擦拭机。哇，要送给大家耶！全台湾只有我们独家做得到。哇，有听到哈、哦？这是限量的哦，限量赠送哈、哦。好，那除了呢，已经上线的好朋友啊，一样要遵循哈、哦，那直播的这个赠奖的动作。一定要先怎么样 ？@ 一个好朋友，然后呢，帮我们留言“女王当家”官方购物网的通关密语呢？这个呢，还我们要公开分享，那这个就可以得到我们商城的200元购物金哦。那今天呢，发哥来，对，等同现金在商城使用。那再来，今天发哥来要送给大家的这一个呢 ，3D 的专利的这一种呢，多功能擦拭机，超吸水力超强，听说是现在业界哈、哦，也在讲数一数二，这么好用，唯一这么好用哦，真的是独家唯一的，也经过我们研发，大概3年的时间才研发出来的。一条这样的擦拭机，你不要小看，这只是一条毛巾、哦、或是一条抹布哦，花了将近3年的时间才研发出来。好，所以大家一定很想要哈，因为 Tracy 呢，刚刚啊，我们在节目上啊，邀请发哥来的时候啊，哈，
我们在节目已经操作过，除了哈，你可以遵每天每周一到每周五早上的8点到9点，下午的话就1点到2点的时间来看我们华视女王当家的频道之外呢，如果真的来不及看到，也欢迎大家要订阅我们女王当家的这个 YouTube， 好，这边精彩的节目同样随时打开小铃铛，你就可以接受到最新的讯息。那 FB 粉丝团呢，常常抽奖活动，每个月好多好礼要送出来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跟上。再次提醒哦，现在上线的好朋友看一下，本篇抽要抽200元的购物金，商城购物金要送给你，所以 at 一个好朋友留言，请女王当家官方购物网。通关密语，然后呢，今天还有好多问题要问大家，加码题就是这个专利的超吸水的 3D 擦拭巾要送出来，所以真的一个口令一个动作，好不好？那最重要提醒，我们12月份的好礼是市价6480块的钻石生炒锅呢，真好。所以你知道吗，发哥，我每次直播哈，有跟的朋友现场这一场直播就有好礼。你们这直播送的都是送真的，都送真的。因为我看有些直播台都是只讲一讲而已。对，我们是真的送，而且你知道每一次可以累积成每一周，每一周再继续接着累积，继续抽，每一个月还可以再抽。真好。好，所以报告完毕，大家一定要发了。好了，我们来点名一下哈，看看已经上线的好朋友哦。好，月儿姐姐上线了，我看到了清月，还有吴玉珍，大家好，还有这个是童烟，什么陈烟哦，欢迎哦，欢迎哦，好，那帮我们 at 更多的好朋友，然后分享出去，而且记得要打通关密语哦，女王当家官方购物网。好，清月你要打一个锦哦，少一个锦哈。还有呢，这个是我们的佩如，欢迎你，淑娟哈。女华姐，赶快帮我绕狼哦，哈！好，若山也上线了哈。今天要送给大家的加码礼非常棒，而且是限量独家的，就是这个呢。不要小看这个擦拭巾，花了多功能的擦拭巾，不是要变魔术哦，花了3年的时间。这有分大小条哈，有，这大条。阿哥帮我拿一下。好，这是要送给大家的。然后呢，它有大小条。那这样的一个擦拭巾，其实啊，最早的前几年好像很夯的，就是应用在健身房，健身房对不对？还有就是夏天大家用冰凉巾，就是用这个。可是这个是比冰凉巾再更进化，再更高级啊！早期就几年前的冰凉巾的时候，也是我们工厂做出来的。哇！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听讲，要送给大家哈。好，那这个大小条呢，有从哦，听说了，从室内用到室外。对。从呢家具用到人体都可以，今天都要交给你。所以你如果得到这个奖品的话，我们今天好礼哦，加码题好礼好多题，所以每一题哦，我们都希望哦讲出去，让你学习到正确知识跟观念以外，最重要好礼要送出去哦哈。好，来，那首先呢，我们就要先来提醒一下上线的好朋友，赶快帮 Tracy at 一个朋友，然后留下通关密语锦。然后女王当家官方购物网，然后公开分享哦，哈，好，来，我看一下大家真的很乖哈，也欢迎吴老师哦，好，来，那如果我们在等一下说明有任何你不是很明白，也欢迎留言哈，好，那首先我们就请发哥，刚刚讲说除了一点爱清洁，不要有垃圾吧。阿伯不要太重，这阵子家里呀，因为天气开始变冷，潮湿哦。对。湿哒哒，对，这个问题很多人很困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一开始有一个东西要给大家，大家要一起帮我做出你的感觉好吗？好，那小编给我这边，好，这个可能这样看起来会比较可怕。好，来准备哦，呀，这是什么？家里的蘑菇。若山，看到没？有你，而且霉菌细菌一大堆。再就是哦，那看这边，你知道你家里的蘑菇晚上的时候，你们家厨房。小强都会在那边开同学会、开运动会，你知道吗？这条抹布实在是做这个情境做到太吓人，而且这是真的。你家的小强这么大只啦，这是大强吧？这块抹布大概只用了一个月左右。家里厨房还有小强，还有就是家里的那个餐桌，在擦完的时候，你以为洗干净了，其实没有洗干净。对，所以博翰，你家有没有这么大的？有吗，博翰？是的、啊。
好可怕。哎，好像高雄比较有大强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多。可是现在北部也有大强小强都有了，对，所以只要家里潮湿发霉，大潮湿发霉，而且再就是你本身主要是你的抹布没有洗干净，你以为冲个水就洗干净了，哦，好可怕，不要站在他旁边，你知道吗？看起来就尤其哦，像我们餐桌上有油腻腻或沾点油，有些饭菜或是说一些菜摊，是其实你没有擦干净，那些东西都是细菌霉菌的那个营养物，包括是小强最喜欢的。好，来，亲爱的粉丝朋友，我们第一题题目马上就要。第一个加码题要送给大家，我们也包括呢一次会送给你一条大条的哦，吼，还有一条小条的哦，都要一起送给你的哈。大条连体使用，尺寸可以到64寸，有一般的毛巾的长度。可以放在厕所、浴室擦拭，就一般我们擦头发、擦身体。对对对，等一下教你怎么用。啊，小条的小条的就家里的客厅、厨房或者是那个厕所、浴室都可以，都可以很好用，要都要一起两条一起送给你哦，所以要认真听讲哈。那赶快，重点是要 at 一个朋友，然后留言进女王当家官方购物网，然后公开分享哈。好，那至少帮我分享三次好不好？好喽，来，那所以呢，在家里呢，怎么样来变清洁，而且轻轻松松？刚才看的是抹布的，这里面沾很多小强嘛。其实家里有妈妈、小姐很多，啊，等一下，会去买毛巾。等一下，看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是毛巾，这已经破了。我的第一个题目，来，小编帮我准备第一个题目。刚刚那一条毛再借我，很可怕的那一条。这不会啊，家里像这样子，他们在开同学会啊。家里这样子要丢掉喽。家里像这样子的千万要丢掉哦，开同学会你要加油，好恐怖哦，不要养小强好吗？应该没有人会有，大家会养宠物不会养小强吧？不会啦。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下一条抹布到底有多少细菌，答案就在上面，来给大家看，赶快回答第一题加码题。好，一条毛巾，不是毛巾，抹布，可是你没弄好，真的是毛巾也会跟抹布一样，都一样的，可能会有300亿个细菌。小编，来，亲爱的粉丝们，300亿个细菌，你打得出来吗？你知道几个零吗？三后面几个零吗？那个是天文数字，不过那个是现金，如果现金，我正要讲，如果现金多开心。真的，300亿个细菌在你家里的抹布，所以不要小看一条抹布脏兮兮哦。好，而且有人以为说抹布把它用热水烫一烫，哈，哎，拉沙米亚的都吸掉掉，它有些会有菌还会在里面，哎，那是乌掉的哦。好，来，所以第一题加码题，我们题目已经公开，小编题目出去了没？第一题，所以大家一样 at 一个好朋友，然后锦女王当家官方购物网公开分享以外，还有第一个加码题给大家的就是一条抹布。有多少个细菌？这是加码题，所以两件事在进行哦。所以包括三后面很多零。对，所以我包括呢要送我们的200元购物金，还要送我们的这个独家专利的多功能擦拭机。对，大条小条都要一起送出去哈。后来小编题目出去了哈。好，大家开始留言。那好了，发哥得到的朋友，我们赶快教他回家怎么变好清洁哈。后来像家里哦，一般我们来讲我。会用桌上会有一些粉尘，或者地面上灰尘、粉尘会一大堆。如果因为我用白色的粉末，让大家看得比较清楚一点。如果你家的地板或桌子是白的，你有一些垃圾吧，你看不到，跨不进除非你每天拿着放大镜去看。我喜欢进去看。现在我们特别用这个黑色的，让你给大家看得比较清楚，更清楚一点。那一般大家会用这个抹布。就这是一般的纤维布的抹布，纤维布的抹布，我给你报告一下。我有买耶，这个外面很便宜，十几块、8块、10块、10几块都有。可是其实它的成分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是什么？还有70%是尼龙的。这条很多人家里有，这也不止崔氏家有，因为那时候团购很便宜啊。你讲这叫尼龙？它70%的成分是尼龙，30%是纤维。所以尼龙代表其实你用了一段时间，第一个尼龙它不吸水，它没有办法帮你清洁脏污；第二个纤维它会掉毛屑。掉棉絮，对对 对, 对，所以很多人就会想说，奇怪，我家窗户怎么都没开，为什么很多棉絮？但是我桌面擦一擦，哎，桌子上会有很多棉絮。其实告诉你，就是抹布就从抹布跑出来的，就是这个抹布出来的。然后你看一下啊，我们刚才这边擦了一下，好，来看这里哦，看这里哦，吼，这个我用白色的粉末来表示，一般的抹布，一般你桌子上不会有这么多粉末。是，然后你看一下，我们在擦拭的时候。用一般的抹布，原来是擦不干净。你看，它以后可以吸附到一点点，但是呢，它没有办法完全吸干净，完全擦干净，还都残留在上面。
那你看，现在用我们的这一块 3D 的立体多功能擦拭巾，好，就是这一条，来，亲爱的大家看一下，今麦咱用这条，对，它多少是用这条，这条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一般的，刚刚是这一条哦，其实它是擦不干净的哦，现在还会擦一点点而已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，如果用了 3D， 今天要送给大家的。结果会是怎么样呢？你看一下这个 3D 立体凹凸面，它是整个凹凸面的时候，那你任何灰尘、棉絮、杂质，它会带到你的凹槽里面，不会去沾到你的表层。女华姐，你上来太慢了。我只要擦过去，你看，哇，这个叫做干净，好干净哎，这个叫脏兮兮。哎，等一下，吧，来一样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一样是完全吸附上来。所以来，而且我们不会伤到你的表面，它也不会掉。我这样抖一抖，这抖一抖就掉下来了。对啊，灰尘又掉出来了啊，这个不会掉，不会，它就完全吸附在上面，完全吸附在上面。所以这条要送给大家是专利很聪明智能的 3D 立体擦。来，你来看一下，这个是我刚才擦过的。我们现在真的让它哇，整面擦干干净净。清洁溜溜，你只要擦过，它完完全全干干净净，不留痕迹。所以我擦叫做干净，灰尘可以，灰尘、杂污都可以，包括油污都可以，也可以吗？尤其你用在餐桌上是更好用。哦、然后你看，如果我刚才只是说擦灰尘，那个叫不代表我们这条毛巾的特别。哦，可以看一下，我再试一下。现在是要代表什么？你看。家里的桌面上，尤其你桌上、地上，还是因为家里的厨房，会有很多水嘛，嗯，湿哒哒、黏滴滴，尤其现在夏天都，不，现在冬天，那个水又更不好蒸发，水会更多。你看，一样，我们一样拿这块抹布，哦，然后我用干净的这一面，一般的这个就是一样一般的干净的抹布，对的抹布，来，你去擦，看一下。水痕它还是擦不掉，真的也只是把你推到旁边去而已。有水痕呢，它把你推到旁边，它没有办法完全帮你吸附上来，因为它水吸不干，对不对？对，它是没有办法吸干，所以你弄的就塑胶的嘛。哦，塑胶的，塑胶便宜，千万记得各位好朋友，塑胶不可能吸水，记住，塑胶不可能吸水。了解，你弄的，那你要去看一下我们的，我一样拿我们这一块 3D 立体擦拭巾。哦，一样是这一块，就是这次送给你的加码体哦、啊。我还没洗过哦，一样看刚才擦过的哦，脏的，我一样同样这一块。吸的干净吗？大家你看一下，仔细看哦。我慢慢擦，你慢慢看，擦过的地方白色的水，哇，完全吸进去。有没有？我慢慢擦而已。把那个脏污、水痕都吸进去，所以这样代表如果全部都吸上来了，那哪种餐桌垃圾吧？是，那安尼竟然安尼。豆腐回归，回归，它是干净的。对，我摸摸看。来，哎，现基本上用这个最简单了，变色色的呢。这个最诚实，没有水。哦，完全是干的。完全没有水。哇！你只要一擦过之后，它就快速吸水。大家想不想要？它的吸附力不止这样子哦，还有。它的吸附力是比一般的纤维布的吸附力强6到8倍。是。对，这也是独家的设计。然后你看一下，刚才只是在表面上喷水哦，那不特别。刚刚那个是说脏，那只是普通的灰尘呐。啊，对我们来讲，清洁力很强。对这一块来，这块布来说，这个只是小。所以现在等一下，我们看一下发哥拿了一条这个很多人在家里都有的地毯。这个好比说，你家里有些人都会有地毯。对。啊，你不，比如说有时候家里的弟弟妹妹哦，来看一下。你看哦，弟弟妹妹打翻果汁、打翻饮料在上面的时候，你怎么处理嘞？打他，对，那不好啊，自己的小孩怎么不可以打？甚至有时候家里有，大家现在很有爱心，都会养一些毛小孩啊。对啊，小毛小孩如果尿尿怎么办呢？就很臭啊。一般我们都会用卫生纸嘛，你可能一包卫生纸，你去擦都还擦不够，用的都不够，你怎么都不怎么擦都擦不完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看一下，它不是只有表层湿，来给我看一下。哎呦，底部啊，那个是尿尿，它整个渗透到你底部去了，糟糕了。所以你就算你家里的地毯，你用再多的卫生纸、再多的毛巾去擦都没有用，只是表层而已。好，来你看一下，等一下哦，一样，我们一样，眼睛打开，一样是刚才这块布，我没有换布哦，一样看一下，还是同一颗，还是脏的哦。刚刚已经吸很多水了呢，一样是这块布，来我们给各位试一下。你现在试什么呢？你看，你看过隔山打牛吗？我来隔山取水，大家仔细看哦。所以如果家里有这一种湿湿哒哒的时候，哇，你马上可以把它强力吸水。人家说倒出去的水覆水难收啊，我收给你看，我再把水给你收回来。哦，你看这个水痕都上来了，吸水力到底强不强呢？那除了这个水痕上来之外，给你各位看一下一个地方。来，我们刚才整块布的地垫。哇！刚才整块下面都是湿的，是干的，都是白色的水，变干的，有没有干？来，一样，卫生纸不说谎，
来，好棒哦，完全是干的，对吧？哦，所以它的吸附力是非常强的。这个吸附力很强啊！家里，等一下我问一下大家，你们家里有没有那一种可能真的打湿了的地方，你就很难清？像我觉得沙发。有时候你可能如果家里是布沙发，對，你可能摸就饮料抖掉啊，喝个饮料、啊、喝个咖啡、喝个汽水、啊、所以其实如果真的是那时候打翻，我们就直接用这个给它用这个吸就好了、哦、啊，直接压压就好。还有小朋友就像我刚才说的，你水打翻的多，来回次数多一点、嗯、水打翻的少，来回次数一两次就好了。或者是家里啊，如果说黑冰城屋吧，有小朋友，家里有小朋友偷尿尿，对，是不是也是用这个也很适合？对，然后你看、哦哦、我刚才擦吸了这么多水、啊，对对，来我们看一下同一块抹布、哦，一样是这一块啊，我刚才擦过有脏的哦。好，你看有没有滴水？也不滴水。对，你刚刚那整个水完全不滴水哦，水跑去哪里了？来，水真的在抹布里面吗？来，睁大你的，真的在我们的三 D 镜里面吗？睁大你的眼睛，你看清楚，来，水在这里。哦，哇哦。刚才倒出去的水，白色的水一样给你白色的水出来，像在变魔术哦，对吧？所以人家说覆水难收，我告诉你，天天都可以帮你收水。哇，哎，真的家里要用一些方便的小道具哦。刚才倒多少水，它就吸多少水，一滴不剩都把它还回去了，完全帮你做还原。好，现在才上线的好朋友，来，我们提醒大家要做几个动作，先 at 一个好朋友哈，然后呢留言锦女王当家官方购物网，我们就要送出呢200元的九四个十商城的购物金，等同现金送给你。今天呢，我们的这个家事达人哦，南发哥来到现场，生活专家要送给大家的这两条，包括一大一小，一条这么大，哎，这条大概 size 是多少？这个64×43公分，就是我们一般毛巾的大小。哦，好啊，还有送大家一条小条的，小的30×30的抹布的大小尺寸。这个叫做3D， 3D 立体多功能擦拭机。好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商城哦，因为我第二个加码题马上就要来了，大家有回答到加码题，都是一大一小要送给你哈，亲爱的哈。来，所以呢，今天大家呢有回答到我 Tracy 给大家的加码题的时候呢，一大一小一起送出来。我们来看一下商城，它的全名叫做什么？仔细看，有看到吗？我们念一下。你回答三 D。三 D 立体。三 D。先告诉你哦，好长哦。三 D 立体 PVA 吸水擦拭机。吸水擦拭机。好，来给大家时间，赶快哈、哦、打一下，赶快打。你只要打三 D 立体 PVA。吸水擦拭巾，给大家足够的时间，赶快把第二题加码题打下去。你看一下在商城呢，我们呢，因为接下来就要过年，很多人很需要这种非常好的这种打扫的布啦哈，擦拭巾啊，居家清洁每天都要、哦，一定要用到，包括你餐桌啊，或者是浴室，而且针对灰尘、油污，还有强力吸水，它都可以帮你搞定。好，时间到，第二题有办法回答了哈。哎，旁边还有哎，小编你对大家真好，旁边也有啊，也有答、啊，好哦。那所以第二题这样大家应该不会错误哈、哦，所以就是赶快一样艾特一个好朋友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帮我们回答题目跟回答答案哦，哈、哦。好，来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呢刚刚讲到说，刚吸水部分啊、哦，包括桌面的部分啊，我们的餐桌或者家里的琉璃台、浴室都可以擦之外、嗯，还有一个东西你看一下，这个叫做餐盘。哇，哎、欸，吴尼威，我们的粉丝说吸干干呢，哈，然后陈淑娟说好厉害哦，这个不作假，我们一进到底、哦、完全不作假。对呀、啊，吴恩君说瞬间吸干，吴又又说哇都干了，大家都很惊讶，怎么这么厉害？对，尼威你也跟我觉得一样，真的非常厉害。布沙发很难干，以后有你如果得到这一条，你就搞定了哈，就逮就补了哈。你看哦，好，除了擦桌面之外，嗯，家里的餐盘。有时候大家吃完饭之后最讨厌什么？洗碗盘。对。来，有时候洗碗盘洗不干净，你知道吗？油油的，油油腻腻的。是。来，你看一下，一样，我们就是这个就上面都酱油嘛，油油腻腻的，对吧？对。一样，我们这一块布来擦一下，我擦一半给你看一下。哇，輕輕鬆鬆现在是擦油腻的时候。擦油污。油污。这个擦过的。所以我也可以拿来当那个，就是替代。菜瓜布是不是洗碗的时候，用水去冲洗，在擦洗的时候也可以，哦、它把你的油污更快清洁下来。你看，这是我刚才擦过的地方，还有声音。哎、欸，真的，你看那个咕溜，不是，如果是。
色色的，就是有清气啦，哈。然后你看这么脏，有些人会问说，那么脏，那到底好不好清洗？哦、来，我试一下。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刚刚已经擦了这个碗盘，有没有？刚才不止哦，我刚才擦了粉尘，又擦了又吸白色的水，我一样都吃块布，又吸酱油。所以你就是说，把垃圾不要拿洗哦。直接用清水来。好，来，清水沉得下去。因为这里没有水龙头，如果家里有水龙头的话、直接用水龙头去冲洗。好，现在 Tracy 给大家两题加码题咯，小编都有给出去，小编有丁有字典。好，来，那我们看一下，直接用清水耶，你看我搓洗几下而已就可以把刚刚包括酱油啦、酱油啦、粉尘、灰尘啊、毛屑都可以。或者是说，如果豆店有抹掉那个菜啊，一些油啊，还是炒菜啊，我们油那个什么瓷砖的上面的油污也可以擦，吸排油烟机旁边那边最难，旁边瓷砖是最难擦的，你可以用这个擦，你用这个擦就好了。用这个擦就好了。你看我刚才手擦的脏的都在这里，你看，哇，我们同样一块布在这里。看一下，我们把它打开给大家看，洗完之后有没有干净？大家很想要，看一下，因为真的很智能，很万用，完全不留脏污，有没有？干干净净，看得到吧？对，吴佑佑说：“哇，用这洗碗很轻松哦。”是不是干干净净？没错。对，就跟新的一样。好，所以然后它除了这个，你是用手洗、用搓洗之外呢，来，你拉一下。哦，我拉，我要拉什么？用力拉，看能不能拉断吗？如果拉得断的话，今天全部免费。真的吗？拿看看。拉不断，哎，很用。它这个要告诉你什么？我们非常耐用，而且韧性非常强。你如果说脏，真的擦得非常脏污的时候，丢下去洗衣机都可以。可以丢洗衣机、哦、可以丢洗衣机。有些你毛巾，有些比较贵的毛巾，有两三百块毛巾，他不舍得洗嘛。那我问你哦，刚刚讲说这个它是三 D， 是为什么叫三 D？ 它整个是三 D 立体自然发泡的、我们小编这边也有一个手板给大家看一下，它这是凹凸面的自然发泡而成的，会有凹凸的过程。所以这样凹凹凸凸的，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所有的脏污，对，你所有脏污、灰尘、粉尘，它都会卡在你的空隙当中，而且它不会伤到你任何物体的表面。所以大家有看到吗？我们把这一块呢擦拭巾放大，它其实每一个凹痕呢，它就是呢会打开来，它会嘎黑雷拉沙巴，你知道不？哎，它使用的方式，所以我用洗的时候，你用清洗的时候，它就掉落了，它也不会残留在上面。然后它这个除了这个清洗擦拭方便之外呢，有些人会问说，哎，那会不会像一般的抹布？一般的抹布就会卡，像我们这个，很多小墙的地方，那条很可怕的要出来，女华姐，这个很多小墙的地方有没有？女华姐，你家有没有养小墙？谁家有养小强？一些脏污，好可怕、细菌、霉菌在上面。等一下，那发哥像那一种抹布，其实如果用成那样，对，是不是就应该丢掉？你不要省抹布的钱。有些人省，有些人一条可能花个五六十块、一百多块的。哦，抹布的钱不要省。有些人告诉你说，那抹布还非常好用哦，但是告诉你，你用了一个月就脏了，你洗不回来。因为其实它的抹布是有卡细菌、细菌、霉菌在上面，对，越脏。因为你掉的时候就是湿的嘛，哎，它完全就是一些细菌、霉菌在里面滋生嘛。是。那你看，像我们的这个，有些人会说，哎，那我们为什么文中我们这是硬的？啊，对，来看一下。你没有水分的时候，它就是硬邦邦。亲爱的大家，如果你已经有得到这个巾啊，三 D 立体擦拭巾，它打开，它拿回家，你如果拿回家晾干的话，是电空空你拿到的东西是湿的，它是这样硬硬的。但是你晾着的时候，那水分蒸发之后，这个时候特别在哪里？它的毛细孔就关闭了。来，所以发哥，如果我这样硬硬的，我硬掰会不会断掉？不会。不会断，不会。可是这样硬掰不好掰，所以我们真的要用的时候，你要先过水，你要过水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为什么要过水？来，我顺便跟各位报告一下。你没有用的时候它是干的嘛？干的时候它就是毛细孔关闭，就不会卡细菌、霉菌在上面。现在干的时候毛细孔是关的，对。所以为什么它不像抹布就被推出来了？它不会像抹布一样会卡一些细菌、霉菌，有些小强都会在里面运动，这个不会。哦。因为毛细孔关闭的时候就不会卡细菌、脏污、霉菌在里面。了解。那你看怎么使用？我们过个水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哦，直接有些人会觉得说，哎，泡水之后要等很久，它像不像早期的鹿皮清？要泡多久啊？早期的鹿皮清来讲的话，可能要泡个五分钟、十分钟。这个来讲，你看我讲话不到三十秒，哦，就软了耶。我们有加了快速软化的配方，这也是我们独家配方，有没有？来，好，来这个就可以使用了。泡了水马上就马上软化，变软软的。对，啊，然后马上软化之后，你就可以快速去擦拭了。好，对，所以呢，刚刚已经大家有想到你目前大家粉丝朋友，你们看到目前为止，你觉得这样一条擦拭巾可以在哪里用途呢？除了呢，刚刚讲到说，哎，可以
打扫厨房、厕所、厨房、厕所、浴室或者客厅的餐桌都可以。然后甚至有些人小条的，他会拿去擦车子。哦，车子。车子最难擦是哪里？你知道吗？再麻烦你一下，那个镜子给我一下。镜子哦。对。我们有时候在洗车，大家就有开车的都知道。洗完车之后去擦车最难擦是什么地方？玻璃。哦，玻璃，对，厕所的玻璃嘛是最难擦的啊。对。对啊。而且你看，小编，我们等一下影片也准备。你看，像我们尤其你现在说，如果是家里的浴室，看一下这里，家里的浴室，对，你洗完之后，洗完澡，很多人哦，是不是湿哒哒？厕所的那个浴室，或者是如果有干湿分离，那个玻璃都污面了，都水分了一大堆。对。然后你如果没有擦干净，甚至有时候你洗干净，洗完之后湿哒哒，没有擦干净，你就白洗的，对，一些脏污灰尘都卡在上面。对。来，你看一下，脏脏一样，我们这三种用我们这块布，你用小条的就好了。去擦过，这样把它擦一擦，好吗？玻璃好不好擦？玻璃很好擦，最难擦的就是玻璃。来看一下，干干净净呢。这叫没干净，这个叫擦过的，没擦。所以这样一条呢，厕所应该要放一条。厕所放一条，厨房放一条，客厅放一条。来，我们也给大家车上放一条。复习一下，简单先快速复习一下，哪里可以来用这样的一个多功能的3D 的立体擦拭巾哦？哈，好，来你看一下。它其实呢，现在呢不干的时候呢，它是毛细孔关起来，毛细孔关闭，它不会卡细菌霉菌在上面，毛细孔就打开了。但是你过水之后，毛细孔一条有几亿个毛细孔，它就打开。一条有几亿个毛细孔？对，一条里面有几亿个毛细孔。难怪吸水力那么强。所以它的擦拭力、吸附力来讲的话，就非常强。嗯，一般的抹布是不可能做到这个效果的。哦，擦头发呢？擦头发都可以。哇！你要不要看一下？你要不要擦头发？待还是待会擦我的头发给你看？哦，好哦。来，看擦过的地方完全不会留。一些任何棉絮不会掉毛屑，不会掉棉絮，这个就是刚刚说的健康问题，包括你当毛巾使用的时候就不会吸附到你的身体里面啊。对，你看一下厕所、厨房都可以哦。你看一下那个一过去水痕，所有呢，小编给我们东西一下，小编，嘿，来，车子也可以哦，都可以。洗衣机可以洗，可以丢到洗衣机里面去清洗。好哦，地毯。哎，这个呢，刚刚讲那个，你看擦车子擦毛小孩，毛小孩，还有刚刚那个，因为你帮毛小孩洗完澡最好用水龙头啦，水龙头上面那个水垢啊，都可以做清洁，漂亮的厕所没有问题，看起来就脏脏的。那你有时候你洗好辛苦，你知道吗？水龙头的水垢很难看呢。其实你有洗，不是没有洗，只是说你没有把它擦干净，灰尘又粘上去的。我就学人家哈，那个厕所水龙头啊，为了让亮晶晶啊 ，Tracy 就用那个牙膏去干撸撸撸，然后再冲一冲，看起来就比较漂亮。没有，因为脏脏的，你知道吗？那原来呢，其实可以不用这么麻烦，我们就拿这样的一个呢 ，3D 立体擦拭巾，它可以帮你做清洁之外，又帮你吸水分，它水垢就没了。对，因为所有来说，你刚才其实你都有在打扫，只是你那水没有擦干净。还有就是用错工具，对，用错方式，真的是用错工具。好，来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哦。现在呢，对，哎，若珊你聪明，你两题一起回答哈。他第一个问题跟第二个问题都在回答。吴尼威也是哦，吴恩君说太万用了哈。好，然后呢，对，然后呢，女华姐，我有两个加码题哦，两题都要回答哈。第一个加码题就是要问大家说，一条的抹布，来，小强抹布出来，有多少个细菌粘在上面？救命啊！一条这样子，家里这种可怕的抹布有多少的细菌在上面？细菌在上面。最恶心的是看到你小强在里面开同学会，对，太恐怖了，而且全家出来逛街，还大手牵小手，很恐怖。好，可是你如果不管它，你家真的会一窝大强小强都跑出来，看到都恶心了。对，然后第二个加码题给大家的就是说，我们今天用的这一条很厉害的，要送给大家的，有回答加码题的，这个叫做什么巾？好好，两题哦。好，然后呢都有跟上哈，都有跟上哦。所以除了要送200元商城购物券之外，还要呢，要送你加码题。好，那再来呢，第三个加码题。刚刚已经问了，这一题是开放的，小编帮我准备哦。第三个加码题就是，刚刚不管是大条或小条，来，我们今天发哥教大家怎么用，这个尽量回答好不好？我们怎么用？
怎么用？因为你在正常在使用的时候啊，第一个它跟抹布跟毛巾是不一样，使用方法相反。毛巾抹布你是干的，第一次去擦，湿的可以，但是擦完湿的之后就不能再擦任何东西了，吸不了水，吸不了脏污了。这个我们如果是新的时候，新的产品你拿到会有湿湿的，但是你如果把它吊挂的时候，它就会干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干的时候它就是毛细孔会关闭，关起来，水分都蒸发了。对，就像我刚才一样，只要先过个水，所以我们买过水就可以用。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时候，它拿到的时候是新的，新的是这样子吗？会湿湿的，会微湿啊，会微湿。哦，因为里面我们有加一些那个水在里面。我再讲一次哦，我们今天的所有加码题，大家可以拿掉一条大的跟一条小的哦，这样了解吗？这个我可以讲它的价格吗？你在外面，其实你看一下大条的，这个大条的你去外面，各位现在好朋友，你可以上网马上看，马上查，一条490。一条就要490哦。刚刚我们在做周年庆的时候，在做回馈的时候390。哦，啊，小条的嘞，390块。小条的话要190。190等于200啦，好，200加400就已经快要600块，要送给你，只要回答到加码题哈。好，来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接着哦，第三个加码题，小编给大家了没？给大家了哈。好，然后呢，所以呢，我们也来看一下哦，一般的抹布跟这个呢，擦干净才舒适，对不对？一般的抹布真的可以丢掉，我们要用比较科技的。来，小编给我哈。所以下面你这边已经放的真的是一般的抹布啊，跟我们这样的一个擦拭巾来比较的时候，来我们简单复习一下。一般的抹布来讲的话，一般抹布我们擦的时候它会流水痕，我们不会流水痕。那一般的抹布吸水性它也吸不了，更别说它吸油污，这个我们都可以吸，不管是水或是油污我们都可以。而且一般抹布大家最常看的会掉毛屑掉棉絮，这个你放心，我们这块多功能擦拭巾它是不会掉棉絮掉毛絮的。哇，然后呢，一般抹布就像刚才所看到的，上面很多小强在开运动会，会发霉发臭，会卡细菌卡霉菌，你放心，我们的也不会。好，来，我们回来现场，我看到倪伟多回答一点，我们刚刚教了好多方法，还有影片给你复习哈。刚刚有讲擦玻璃呀、擦厕所啦、擦车子，你想得到的地方都可以擦。回答越完整，中奖率越高。不要只回答一个擦玻璃哦，哈。对，倪威，我们可以把它完整一点哦。他很认真哎，倪威很认真。好，那我们的江淑如也回答的蛮多的。淑如现在还有第三题出来了，第三个加码题要 follow 到哦，哈。好，李文忠，你要擦头发吗？李文忠，你有长头发吗？还是要给老婆擦头发呢？文忠是三个孩子的爸爸，对，来擦头发。我跟你擦的话，我试一下给你看。你要教大家擦头发吗？爸，我先不擦头发，因为这没有连蒙头，不能洗澡。哦，那你要教我们什么呢？来，我先试一下哈。一般来讲的话，我们一直特别强调，我们独家专利的 3D 立体多功能擦拭巾。等一下，我们欢迎新朋友林旺正哦。Hello, 旺正，赶快 at 朋友好不好？ at 一个好朋友，然后呢？锦女王当家官方购物网，然后同时我们现在有三个加码题哦，对，所以你很多事情要做了解嘛，要看还要做回答哈。来，来发哥，来试一下。一般我们洗完澡是不是会用毛巾会去擦啊？对啊，然后就一定要啊。我这边因为这我就来来来，我们这边给大家看一下，喷白的水给各位看一下，这样是要代表什么？那你很明显，刚在厕所，刚才我们洗完，刚刚洗完澡，湿湿哒哒。对，然后一般我们会用毛巾去用力搓嘛。嗯，但是擦为什么也要来回用很用力搓？不要用力搓啦，擦不干嘛？不是啦，你用力搓裂破也掉呢。所以一般毛巾因为擦不干，吸水吸不了。所以现在用吸的，不要用擦的。对，来，你可以看一下我们3D 多功能擦拭巾，来，我们放上去哦，整个白的哦。好，然后我直接放在上面，就放着，我还没有用力压。所以等一下，但不要动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以后呢，有了3D 立体擦拭巾，我们。要擦身体，只要把它轻轻松松擦就可以了。小朋友也是，小 baby 也不要搞巧哦。老人家嘛，麦搞安尼巧，不用哦，就放着，然后放着。来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你可以来看一下，就放着它，打开，耶，水都擦干了，水都没有了，都在这里。哎，这样好方便哦。都在这块布上面而已啊。哎，吸水力很强，有没有很重要？然后你看，等等，等一下，你讲讲，我们慢慢讲，因为呢，如果说这样子的话，大家亲爱的大家，你回家呢，你洗完澡身体湿湿的，你就按着也可以。然后还有就是，就像我们游泳上来一样，全身湿哒哒的嘛。啊，对，你一样给它披上来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有一些小朋友超会流汗的，你知道那个流汗都长得有红的干毛啊，所以其实可以让小朋友带这个呢。除了小朋友，很会流汗的人，除了小朋友之外，还有什么？运动的人，毛小孩。毛小孩在那边，来，毛小孩在那边。把我这只狗带来。毛小孩，你家有毛小孩吗？谁家有毛小孩？跟 Tracy 讲一下。这只狗叫做小灰啦。
因为它灰色比较多，恰小灰。我想要叫它来福哎，来福。家里如果家里有养毛小孩，不管是养狗或是猫，要洗澡澡啊，要洗澡嘛。对啊，来你看一下，再洗的。来，我们。比如说我们妈洗澡，我用个脚就好。来福在洗脚哦。这个这是真的过水哦。好，水还在滴油。有来福的脚都湿了。都湿的。好，来来福洗干净喽。那怎么办呢？一般来讲，我们主人家是会用吹风机帮他吹，但你吹风机吹它的时候，它就跑，它会跑，你只要一吹它就跑。哎，你一样用我们的这个3D 多功能擦湿巾，所以帮毛小孩擦干干哦。对，因为它吸水性快嘛，而且它不伤皮肤哦，所以你不管你轻轻柔柔的轻轻的帮它擦的时候，它就会觉得很舒服，它也不会说一直到处跑，不然不理你。来，你看一下，水都不掉，都干了。这个就模拟毛小孩，其实呢，我发现其实应该是说毛小孩呀、啊，他洗完澡都会这样甩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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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头，甩头。对，现在不用了，就其实来，我们再帮他擦一下，就是洗完澡澡，擦拭一下，你就给他压一压、吸一吸，擦一下。如果说面积大一点的话，整只啊，抱起来，比如说家里有养小只的，像马尔济斯那一些的嘛，对，整只给他披下来。哦，有吗？对，这么大一条，你整只披下来。直接用粘黏的就可以了。哦，啊，这样用压的，水就把你整个吸，瞬间高吸效率的吸附力就把你吸上来。好哦，好哦，哎，这样狗狗也比较不会感冒哈、哦。不然现在天气变冷了，这个很快的让它干。那当然，包括我们刚刚说洗头发这件事，真的要洗头，对不对？真的每天，我洗给你看一下。发哥要洗头，哎哎，文忠，文忠，发哥要教你怎么洗头，教你怎么洗。不是洗了，教你怎么擦头发。教你洗完不需要用吹风机就可以擦头发了。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大哥动作做慢一点。有没有？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。等一下哦，有没有？等一下啦，有没有一排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刷一排爱心，要不要？发哥要不要洗给你看？要不要？来一排爱心给我们好不好？发哥，好，来，我先给你一排爱心。然后我们现场的，好，来佩如。对，大家都有在回答。我们现在发哥要教大家洗头发咯，还有若山来，赶快帮 Tracy 打一排爱心。女华姐有一排爱心，我看到了。还有谁有给一排爱心？吴耀耀，赶快一排爱心。要不要看一下擦头发？我们现在要教大家洗头，不要一排爱心，不需要用吹风机。来了来了，请准备发哥洗头。这整个头发，这是真的头发，不是假的。哇，如果你在厕所洗完头发。然后呢？你头发是不是湿哒哒的？对，尤其我们女生长头发，这真的是。那一般来讲，大家都会用擦用毛巾去把它擦完之后，再用吹风机吹嘛。是。你用吹风机其实来讲，电磁波是其次，反而是会伤你发质是最重要。你要水还是滴？对。我一样，你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就把它包着放着；没有时间赶时间的话，就把它用压的，或者用搓洗的开一点。哇，哎，这样也比较不伤发质呢。对。你不需要用吹风机去吹它的，来你摸一下，是不是完全干了？至少80%干了。对，所以这样子呢，其实剩下一点点，我们八成，你再简单的，这时候才让吹风机出场。对啊，你如果要从头吹到干，一开始用吹风机，头皮会伤到头皮，尤其发质。这件事 Tracy 很有感觉，像我头发很长，本身很长，我光我的美发师就都问我说：“哦，你好厉害啊，你这头发你这样洗完你要搞多久？真的要搞很久哎。”好，因为头发干光要让它干这件事，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。强力的吸水道具了哈，所以刚刚学到目前为止，来，我们是不是还有复习的影片再给大家看一下？因为我们呢，刚刚第三个加码题就是说，这样的个3D 立体擦拭巾，有一条叫大条的，来一条小条的，我们给大家看它可以怎么来应用哈，我们给大家看哦，总共有这样大条跟小条，这是我们今天有回答加码题哦，已经来到第三题，等一下还有哦，所以要认真听讲哦哈。好，那这样子呢？到底可以怎么用呢？我们看一下哦。所以带回家的时候呢，好，是不是呢？刚刚讲它有成千上万毛细孔，几亿的毛细孔，几亿哦。对，你在过水之后，它毛细孔就会打开，打开之后你的吸附力、擦拭力它就很强，尤其它比纤维布的吸水性强6到8倍，这是一般抹布做不到的。然后不管你都家里的厨房啊，或者家里的琉璃台、桌上都可以，包括我们刚才我在擦的，洗完澡擦头发。好，你看我们在擦镜面的时候，它也不会掉毛屑，不会掉棉絮，也不会絮。譬如说你在擦车子，最好用，它不会伤到你的车身。而且它韧度又够。你看家里尤其最难擦是什么？家里浴室、琉璃台、洗手台，它都可以帮你完全彻底的清洁干净，而且不会卡脏。有没有看到？擦车子、擦厨房，对，还有呢，厕所、琉璃台。
浴室、哦、桌面上、餐桌都可以，而且可以丢洗衣机哦，直接丢洗衣机它也不会坏，只要用清水冲洗就好了，不需要任何清洁剂。好，我们欢迎马蹄芳哦，赶快回答，我们目前有三题加马蹄哦，等一下还有第四题要来出考题咯，所以呢赶快哦跟着留言哦。好，那再来呢还有一题呢加马蹄要给大家，小编也帮 Tracy 准备，就是我们这么样的一个 3D 立体擦拭机，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好好用哦，好好用，来刚刚那个手板给我看一下，真的很好用，有多么好用呢？包括呢，来发哥，那 3D 立体的是一体成型，自然泡泡，而且它吸水性高，然后去污清洁力也强。再就是你在擦拭的时候，它也不会去刮伤你任何表面。重点是什么？它不会像抹布、毛巾一样掉毛屑、掉棉絮，它是完全不会掉的，也不会说你在洗脸、擦脸的时候吸到你鼻子、吸到气管里面。再来它是无阻力的擦拭，擦拭就很轻松。那你擦过水之后呢，它就完全没有任何水痕。再来最重要，你只要用清水就可以清洗，不需要任何清洁剂哦。哇，好棒好棒！来，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 size 哈、哦，这么两条，一条大的，一条小的。那这个大条的尺寸是多少？大的这一条有6443，就跟我们一般的毛巾的长度是一样的，64×43，43公分。好啊，这个小条小，那小条就是30×30，就是一般我们的抹布的大小，就是拿去当做抹布在擦拭使用。哦，好，所以呢，现在因为考题要出来，所以我都一直在帮大家复习。第四个考题是我们这样的一个 3D 立体擦拭巾，它有哪些优点？这一题算送分题好吗？大家真的有哪些优点哦？然后还有呢？第三题是要怎么用？所以总共有四个题目在跑哈。好，来，那现在呢，我们看一下，复习一下怎么擦。好，来，小编给我怎么擦呢？刚刚那一个，后面那一个，不要跑，对，可以。哪边擦哪边擦，你在哪里擦都可以哦，对吧？厨房、琉璃台，尤其最难擦的是玻璃，然后家里的浴室，然后包括我们有在开车、骑车的人，擦车子、擦玻璃都可以用。然后办公室，还有是所有的一些钢琴的一些镜面的烤漆也可以用。钢琴呐、啊，有镜面烤漆的它都可以，因为它不会去伤到你的表面。哎，文仲，你们家需不需要除了擦头发？你觉得这样子，你是因为文仲是男生，是，所以男生会不需要？刚想重机也可以啊，骑车、重机、骑车、开车最需要，开车也需要。对，哦哇，尤其你要喜欢车，男生喜欢的跟女生应该不一样。你洗完车之后，你一擦，很快，可能就一般来讲，用一般抹布在擦，肯定要擦到5分钟，用我们这个3分钟以内搞定。回来喽，来，所以呢，我们这边欢迎新朋友黄玉婷，黄玉婷欢迎你。好，来，我看到大家都很认真，哇，女华姐你有认真呢。他用手打的吗？哇，好厉害！打很多呢，搞哦搞赞哈。好，淑娟也回答得很丰富哈，大家都很认真在回。哎、欸，文中给你一排爱心呢，感谢。他应文中要求，你看马上洗头给你看哦，真的哦。好，来，所以真的是很方便啦哈。好，来，那我们看一下呢，这边也有一个影片是要复习一下，要怎么样多功能来应用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这边呢，看一下厕所，厕所的水分是最多的。而且最难清洗、最难擦的，这个你只要轻轻松松擦过去就可以了。要是最难擦的是哪里？洗手台，洗手台水分你最难擦。然后再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餐桌上面会有一些不小心打翻一些油油菜菜菜菜汤菜水都可以，所以不怕油，甚至家里的地毯都可以，不怕油不怕水。你打翻果汁、打翻饮料在地毯上面的时候，就可以完全把你整个快速的渗透吸附上来。然后你要家里的厨房，就是我说那个水龙头最难擦的、最难洗的水渍。对，有时候有些人会想要用水去冲，亮晶晶，冲不干净，你还是要去擦一下。那这个就我喜欢，我自己本人最喜欢的，我喜欢车，我就用这个去擦，而且一擦过去之后不会擦到我们车子的表面。然后家里有一些布娃娃，或者小孩子一些玩偶啊，不小心卡脏物、卡油污啊，你用个水就可以去把它擦拭一下，它快速帮你做清洁。这个是我们同事最喜欢的，他家里有养毛小孩，用它来帮毛小孩擦身体，洗完澡帮他擦身体是最快速、最好的。连那个毛屑都会粘起来，对，都可以帮你粘连起来，而且不会去卡在上面嘛。然后我们洗完澡擦头发、擦身体，它也就很快速。你擦头发不需要再去用吹风机的，不会去伤到发质，不会去伤到你的头。哦，它也可以当那个脚踏垫。可以啊，它因为它是快速吸水，所以你如果脚底有时候不，有些人洗完澡不会擦脚底嘛，踩一踩它就可以吸了。哎，有道理耶。有没有人这一阵子前一阵子其实很流行，有一种叫做什么超强对防癌啊胶片，那个硅胶片。对啊，坑在地上那个一大片的，但是你擦久之后很粘。
对对 对, 對，而且、那個、你采酒之后很脏嘛，你要那整罐的，那個、到底要不要拿去晒一晒、啊？一般来讲是要晒啊，但是 很多不要讲很多客人啊，不要说是一般好朋友啊，我自己都懒得拿了。所以这个我放在地上，它算不算会止滑呢？还有点止滑动作，还有止滑的动作。所以如果说真的是铺在你要铺在地上厕所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浴室门口。那你洗完脚啊，不是洗完脚，洗完澡，你看、哦，洗完澡之后，你要这好比你看我的手，好比是脚底，对，有没有？整个都吸上来了，那我们看一下，有吗？哦，它整个都会吸附上来，那脚底是干的。哇，所以这个真的是很万用哎。对，好，所以大家有没有同时在回答我们的几个加码题？来复习一下哦，今天给大家第一题的加码题，来回来画面哦。第一题加码题就是，小编帮我盯着荧幕，拜托。第一个加码题的题目是一条的，来那个看一下。一条可怕的好朋友在这边，咦，吓你吓你，里面好多小强大强都在上面，这样里面有多少的细菌，多少的细菌，速速复习一下，有跟上吗？你知道吗？那个数字呢，小编你有跟大家讲有几个零吗？大家知道有几个零吗？有很多零哦。你知道几个零吗？个儿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万十亿百亿，这样是11个零，十一位数哎，十一位数啦，十个零啦，因为第一个字是数字嘛，很多零啦。哦，这么多。如果是黄仙金，多开心啊！对的，细菌哦。所以第一题加码题，现在在帮大家总复习，时间留给大家赶快抢答哈。那第二题呢，就是我们今天超强的吸水术用的这一条，很厉害的这条叫做什么？来，小兵给大家复习一下。所以呢，大家真的很万用，看一下，叫什么金？叫什么金？叫什么金？赶快哦！第二题现在才上线的好朋友，我们在帮你强力复习当中。而且在商城现在呢，这个是怎么样？好康大优惠哈、哦，真的是有限。刚刚讲说一大条的话是490块，小条的话要190哦。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澎湃组合，现在在优待。所以你自己算一下，哦、对，自己大条的有4条哦。然后小条的有6条，你4条你就乘以490就好了，你就知道多少钱。哇，真物超所值哎，在商城。好，那今天呢，直播线上呢是一大一小要送给你哦，哈。好，那这是第二个加码题，第三个加码题就是来我们的万用金要怎么来使用呢？怎么使用呢？从室内用到室外，从人体。用到、哦、来福呢？来福去哪里了？来福来哦，好、哦，来福也可以用哦。你们家有没有养小来福呢？家里的所有的毛小孩都可以用。好，猫猫也可以用，狗狗也可以用哦。哎、欸，现在很多人养那个呢，小仓鼠哎。啊？小仓鼠可以用吗？可以啊，也可以吗？可以啊。问题是你会帮小仓鼠洗澡吗？不能洗。对，所以小仓鼠不能洗。你会帮它洗澡吗？小仓鼠不能洗。对对，有啦，天天可以洗啦。Okay. 有啦，我有看到网络的人在洗天天。哎，刚好天天就可以把它放在这个里面，好像那个本丸呐那哇。对。洗完之后就这样给它搓一搓，哦，吸干。好，所以你看那么多那么万用都教给大家，然后厨房、厕所、车子啊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好，小编还有没有什么我们没有补充到呢？我们就给大家帮我放在 standby 那边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好，所以呢，现在大家有没有回答到？还有一题，第四题，小编给了没？第四题，我们这样一条万用金它有哪些优点？好，来，小编，我题目在哪里？你题目在放上去了吗？有哪些优点放上去了吗？我看一下，这样一条万用金它有哪些优点哦？第四题加码题，来，我们帮大家看一下哈、哦。第四题的话，小编你丢在哪里啊？第四题在哪里？第四题有哪些优点啊？你没有把一二三四全部丢上去啊？大家怎么回答？怎么选？我不是给你一组吗？拍着我们小编的错，再重新丢第四题加码题。我们这样一个加，这样的一个呢，万用金呢，它有哪些优点？第一个优点是，它可以，小编你写在哪里呀、啊？优点在哪里？我看不到哎、欸，有吗？有看到吗？有吗？有出来吗？我这边比较慢吗？崔琦这边比较慢吗？
还没出来呢。有四个优点，我总结帮你们总结四个优点，有什么优点？好，没关系，有哪些优点？小编你给我直接看 3D， 好用好方便好了，直接回答上面。好，来看一下有哪些优点，答案在上面给你回答。来，发哥再帮我重复复习一遍。来看一下，我们这一条的来讲的话，它是3D 立体多功能的擦拭机。有哪些优点？它的优点是专利 3D 立体一体成型，自然成型的立体发泡的。再来，它的吸水性是比一般的抹布纤维布的吸水性还高还强。再来就是一般抹布做不到的去污力，我们可以做到去污清洁都可以。然后再就是最好用的，说我们在擦拭的时候，它也不会刮伤你任何表面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，它不会掉毛屑，不会掉棉絮。一般的毛巾抹布会掉毛屑、掉棉絮，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健康问题，会不会让你吸附到我们的那个支气管里面？在你在擦拭的时候，它就很轻松无阻力，然后你擦过之后就完全没有水痕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、最简单的地方，就是你只要有清水，它就可以清洁，不需要任何清洁剂。来，我拿这一条，发哥你拿那一条，跟小强那一条，来这里。来，你们家要用哪一条哈，亲爱的，我们的粉丝好朋友，你家用哪一条？没有比你不知道，我们有一个比较的影片给大家看一看。不要用那一个一般般的了啦，用好一点点的，用聪明的，用科技的。只要是细菌霉菌卡在里面，吸水力差多少？吸水力它是6到8倍，是一般的抹布做不到的。嗯，而且在擦拭的时候，它也不会掉毛屑、掉棉絮，我们都完全干干净净。然后尤其最好用的，刚才我在实验的，你如果说打翻果汁、打翻饮料在地毯上面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帮你瞬间快速吸收上来。嗯，这是一般做不到的地方。哦，除非啊，除非有些人他家里喜欢这个，喜欢很多小朋友，对吧？不要啦，不要啦，很多小朋友跟他一同学会，你就用继续用旧的。刚看了影片，还有一个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小讯息哈、哦？那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，赶快回答，因为最后呢，我们小编今天很忙哦，好几个，包括200元的商城购物金，还有呢，我们四个加码题都要哈、哦，都要。还有一个吸水啊，吸水力也差很多吗？对，吸水性。吸水性会差几倍呢？6到8倍。哦，你把答案讲出来了，好，那就少一个。6到8。好，6到8倍耶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哦，为什么有办法看一下这个吸水力？因为一般的纤维布里面都是有70%是尼龙的嘛。有没有看到水？它吸不了水，你看我们的完全瞬间吸收上来，吸进去，对，然后挤出来。你倒多少水，它就吸多少水。它也不会说跑掉，也不会说吸不上来，一般的抹布是吸不上来的。哦，好哦，所以大家有看到那个吸水力很惊人这件事吗？因为时间快到了，要不要我再做一下？对，我们再看一下，做最后一次的实验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看一下。小编准备要收了，我们陆续要收了，不然时间来不及。这个别人做不到的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叫变魔术吧。来，你看这么厚的地垫，就好比家里的那个地毯，你不小心打翻饮料、打翻果汁在地毯上的时候，你就怎么办？怎么处理？没惊，不用打小孩了，对，不用打小孩了。一般来讲，都会用抹布、会用毛巾、会用卫生纸擦拭嘛。你看这么多水都渗透过来。等一下，你刚刚倒了300cc 的水，全部倒光光都渗透过来哦，完全渗透过来了。你就好比说你家里的地毯嘛，太恐怖了。来，那怎么办？有没有救？用我们的3D 立体多功能的擦拭机。你看我一样，我这块好，来放上去。你打翻果汁、打翻饮料的话，你就来回像这样子，来回次数多一点。吸吸吸，300cc 的水。你打翻果汁、打翻饮料少的时候，你就吸附少一点。现在是300cc 的水要把它吸回来哦。来，你看一下，这个完全吸附上来的，这个就痕迹都在上面。好，水痕都在上面，到底有没有吸干净？来，有没有看？我们刚才说底部是不是湿的？哎、欸，你看。你要打翻次数多一点，那量多一点，你就来回次数大一点。好，那就是可以呢，隔水，人家隔山打牛，我们隔布吸水。我隔山取水，一定要把它吸干净哦。你就来回次数多一点，它就吸上来了，全部就吸干净哦。好，然后水在哪里？哎，重点是今天一大一小哦，要送给大家一条是大条的，是 Tracy 现在手上拿这么大一条要送给你，所以你要把擦人的跟擦厨房厕所分开，要分开用，不要拿擦厕所，应该不会吧？这个不用特别讲了哈。对，好，所以很多人运动的时候他也会带着它。那你说这个怎么样？运动毛巾，当做运动毛巾，当做冰凉巾，教一下。你要就披在脖子上面。如果你今天去健身房。哦，或者说你在健身房跑步运动，或者跳有氧的时候会流汗嘛，把它泡湿，你就要过了水，你就要披着就好了。哦，但如果夏天的时候呢，就当做冰凉巾。来，我们做个实验哦。现在我现在人体体温，现在这样看得到吗？发哥现在是35度，对，所以我没有得流感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现在打一下冰凉巾，冰凉巾上面，
好。什么？哎，拍谁哈？没电。没电，等一下，给他补充一下。好。来，27。马上。所以呢，比它的体温凉感就出现了。对，所以你在夏天的时候，你就好比说身上披的一个冷气跟着你走。哦，凉凉凉的。然后你流汗的时候又把它擦汗。还可以擦汗，因为吸水性强嘛。很万用。对。好哟，来，我们现在时间差不多了，小编帮我抽出来了吗？有包括我们200元的商城购物金，还有我们4题加码题要送出去。好，来，我们今天呢，大家都很乖，很踊跃的发言哦。女华姐真的很认真，女华姐，你下次要准时啊，你少回答好多题哦。你看前面人家回答，100次跟回答2次的中奖率哪一个比较高？当然是100次。对呀、啊，好，记得要 at 朋友，然后留下姐女王当家官方购物网，然后公开分享。那同时回答我们今天给大家4个加码题哦，哈。好，来，那小编抽出来呢，我们就陆陆续续来公布喽。来哦，加码题，加码题一，那200元购物金的部分也有上来吗？哦，好，来我们看一下加码题第一题，好，要喊佑哦，然后要记得私讯小编金若山，若山有在线上吗？赶快帮 Tracy 喊佑，恭喜你，恭喜得到一大一小，然后记得我们忠实铁粉可以帮你累积一起寄送，你看服务多好，还没有加入的赶快帮 Tracy。邀请更多的好朋友一起加入哦。第二题，黄博翰，恭喜你，博翰喊佑哦，喊佑要喊佑，没有喊佑要重抽吗？哦，来第三题，中奖的是，哇，哎，这是女华锅吗？女华姐是你吗？是你吗？赶快喊佑，赶快喊佑哦，那这边可以回丢啊，200元购物金中奖的是公公。好，恭喜恭喜哦！还有一题，加码题四，加码题四中奖的朋友是奖奖陈淑娟，恭喜你，淑娟姐姐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很开心，有没有长很多知识？所以家里来，我们再把小强拿出来，家里不 OK 的 NG 的抹布全部丢光光，好不好？不要用这个，越擦越脏。我们今天给大家的，来，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一大一小。我们在商城呢，现在呢，哎，安全全方位、聪明智能的 3D 立体多功能擦拭机要送给大家。然后呢，要买的朋友真的是动作要快咯。好，来，小编，我们现在时间有多少呢？啊？哦，到了吗？到了吗、okay. 好，那所以呢，今天很开心哦 ，Tracy 跟大家分享很多。那下个礼拜每个礼拜都要持续哦锁定，然后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哈、哦，赶快呢订阅起来我们的女王当家官方购物网的脸书，还有我们的女王当家的 YouTube， 那跟我们的 @94goods 的这个是我们的 Line， 好，那我们的 IG 就是94goods， 全部都要 follow 哦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告一段落了，谢谢大家持续锁定，谢谢。节目是每天的周一到周五都有哦，早上8点到9点，下午是1点到2点。好，今天谢谢大家，拜拜。九四 Goods 九是好物商城，好物让你家，优质农产品，有巨胚米、黄金米跟紫米，富维满满花青素维这种诶，欧米。黄金米，它等于来这既有五种类胡萝卜素。糙米啦、黄豆啦、红枣粉啦、白米这些荞麦、燕麦，但你看这颜色完全天然，没有漂白，哦，就让你身体恢复健康。优质水产品，我们的生态养殖基本条件，对土地跟水源的负担就比较轻。高穿透的资源合格，才可以用常温的一个保存，它的环境够好。嗯，龙南石斑胶质非常够，所以养颜美容自古以来什么帝王食补，众多优质好物，保温效果非常好，而且它可以耐极冷极热，染的皂它使用的颜料都可以吃了。无患子、红曲、薏仁、绿豆、红豆、光泽，我都觉得真的漂亮，还有颜色，好几公，吸力就是不会衰退，对，就是。